女子游轮趴跳船，目前下落不明。周四晚间，一艘与古巴航行的游轮，一名女子于游轮舞会时跳船，目前下落不明。这名女子于正在举办 The Madison Boat Party 的挪威民族号上失踪。这艘游轮周三于美国迈阿密出航，预计周日抵达墨西哥科苏梅尔岛。周四晚间，游轮航行至古巴22海里的尤卡坦海峡时，女子从甲板上落海。挪威游轮公司称，这起事件并非意外，而是该名女子蓄意跳海。游轮内3艘救生艇加入搜索，海巡队也派遣帆船快艇与 C-130 救援机加入搜救。事件之后，游轮内的秀场与活动被迫取消。